你最近有什么发展的大计，还有最近的一些艺术安排有什么？就是我从小喜欢音乐，喜欢看书，后来有机会上了电视以后，还受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来关注、鼓励、支持。现在也慢慢有机会参与到社会的公共事务当中，去进行一些慈善公益方面的活动，自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荣幸，可以开始找上我那个梦想的旅途。梦想成真了啊，能够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带去这种梦想的帮助啊，让大家的朋友都知道不断的追求梦想，垂求可得。是的，而且的话呢，我们林中这边的朋友都说啊，有个大家期待的大古的猫，太好了，猫一样的未来耶，就一眼就来了啊，就是非常的忙碌，而且还回到了我们湛江梅园春晚的舞台，要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，也就是刚刚小陈说的那套《半步蓝蓝的台步蓝》。谢谢。好。是的，那等你等了那么久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也是让等你好好的为大家演一下他的歌曲。来，掌声欢迎舞台上的你。谢谢。舞台你回到家乡，具有独特浓郁的人文气息的甘肃湾大酒店，参加我们当地媒体湛江电视台的雷人春晚，跟今天所有的来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心情一样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，非常的高兴。所以胡凡迪想给朋友们带来一首歌曲，是我跟一些残疾人朋友在街头唱歌的时候，每天我都会唱很多遍的歌曲，等你等了那么久，大家一起来分享，谢谢。
谢谢。